告诉小精灵黑暗魔王的袭击，告诉小精灵黑暗魔王在过节。小精灵，黑暗魔王在过节。黑暗魔王在过节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们继续观察。黑暗魔王，快住手啊！破坏，破坏！通知小精灵了没有？怎么还不来？黑暗魔王，我来给你过节了。小精灵怎么还不来？你们不是在过节吗？过节？谢谢你了，熊妹。熊妹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黑暗魔王是在袭击，不是过节。小贝、熊妹，跟我走吧。我来看看你们过什么节。怎么回事？已经变走走了。人呢？什么？大家说小贝、熊妹被黑暗魔王带走了，我去看看。好啊。既然你们说我在过节，那你们就陪我过节吧。黑暗魔王，你休想！我才不会给你过节呢。你这个坏蛋，小精灵马上就来了，要放我们回家。你不是跟小精灵说我在过节吗？他不会来的。黑暗魔王，你在家吗？小精灵，救命！小精灵真的来了，看我的！别，你俩乖一点啊，要不然我就不给你们解除封印了。小精灵，你进来吧。小贝、熊妹，你们也在啊？黑暗魔王，莫名其妙，你过什么节？小贝、熊妹，你们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小精灵，今天是我们黑暗王国的木头人节，他俩在装木头呢。你们都在这里啊？黑暗魔王，你不是在西街吗？害我白跑一趟。西街啊，对，我刚刚才回来，现在在过木头人节。大宝、小精灵，你们要参加吗？小贝姐姐、熊妹也在，肯定好玩。好，我也参加。那你们玩吧，我继续去巡逻了。别！幸好没露馅儿。小精灵，我的蝴蝶结在传话的时候丢失了，你快帮我找找吧。好，告诉小精灵，黑暗魔王在袭击。告诉小精灵，黑暗魔王在袭击。告诉小精灵，黑暗魔王在过节。原来不是黑暗魔王在过节，是黑暗魔王在袭击。不对，是黑暗魔王在袭击。哎呀，传错话了。不好，小雪，你待在这里不要动。我看没人来救你们了。黑暗魔王，你这个狡猾的人，精灵之力，放开我。小精灵，你终于明白过来来救我们了。大宝，你怎么能传错话呢？多危险啊，以后可要细心一点才是。知道了，小精灵，我记住了。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